嗯，本王知道了。夜明，动手。景儿，恭喜得胜。燕佩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怎么能？你忘了我的母亲吗？你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母亲，要好好的照顾我的吗？你好狠！他没有手了，他竟然就这样没有右手了。何九明，处理一下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消耗他母亲的恩情，自此之后，不管他南雪薇还是那位县主夫人，在严北征这儿都再得不到半点宽厚。圣洁叔，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你觉得你赢了我南雪薇，保住了你摄政王妃的位置，你以为严北征果真对你情深意重？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还不知道吧，严北征打娘胎里就中了千机毒，他花10年的时间养了一个药人，就是为了取血解毒的，而你就是那个药人呢。圣洁叔，我南雪薇是大兴排名第一的全能才女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？我不过是输给了你的阴谋诡计，我不过就是输给了严北镇的狠毒无情。我心心念念地欢喜了他这么多年，他却要娶你做王妃，我不甘心。南雪薇歇斯底里地喊，可就算你做了摄政王妃又怎么样呢？你不过就是个药人，我得不到的人你也得不到，你很快就会死的，很快就会比我更惨，更惨的。圣洁说，严北征这样的男人，他根本不可能真正喜欢上哪个女人的。